What makes someone reach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experience? To face the unknown. As children,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We learn. We accept. And gradually, we lose our capacity for wonder. But some do not. The explorers, the seekers of truth.今天我们要开始。总算到了。是啊，总算到了。天哪，天哪，给了这么多的弹药啊！小组士兵，他们在这里。我感觉不妙，你看给了这么多弹药。一直都是他，在黑暗的边缘中伺机而动。我们到现在才明白，他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 它是世界的中心，它可以呼云唤雾，操控我们的心智，也可以让我们恢复清醒。天哪，他把他们怎么了？就是彻底奴役了吗？等一下，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好下呀，毒箭。 2发毒箭，5发火焰，小手枪，然后手雷，霰弹枪。哎呀妈，感觉好吓呀！哎，等等，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我好紧张，筋膜瓣，我好紧张，要大战 BOSS 了。 我天！头晕，不，我需要最后的解药。就剩这一份了。哎呀！我的解药！舔两口，快舔两口！ 跟其他人一样服侍。哦，我靠！哎呦！哎呀！来！ 天哪，是这样吗？
使用那些绳索线头将他拴在那儿。请他。哦，是要这样玩吗？专注。能阻止他的办法，那就是哦，懂了。啊！好，我靠，你这炸的有点过分呢。得阻止他切断绳索。你想起来？哎呀，拽不过来哈，那这从这儿拽，来。OK， 两下。你飞到上面去了。飞身上神啊你啊。OK， 从这边上。振作振作，我很振作。对，这个地方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再把那个弓箭做上，还行，我看。把毒箭做上，爆炸箭做上，没有布了，天哪，好尴尬呀、啊。好吧，那我们就切换成，不要毒箭，火焰箭吧，火焰箭吧。瓦嘎里咔咔，瓦嘎里咔咔。我靠！哎呀，你很猛啊，火力啊！听说你也很猛啊，你很猛啊，小伙子！我靠，我居然没有血了！干，我刚刚做的太多那个什么了。这不是真的，继续攻击。OK， 好的。他收箭的话，证明没有东西了。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想用那个什么了。再见您嘞，还有你哥们儿。对啊，我有枪，我为什么要省呢？对不对？啊，好炸 ！I'm not dead。OK， 走，走起，跑起，跑起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好嘞！哎，别跑，别跑，别跑！您嘞，别想起来，别想起来。来，再冒头，老娘射死你！去你的吧！哼，又一个完事儿了。好，好的，滑下来。是往那边走，然后从这边上去，往上点，往上点，因为往下跳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个缓冲的。OK， 走到最边上。好嘞，上来啦。哎，我靠，好痛啊！我有一句麻麦皮，我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
好的，保持专注。保持专注，好的，保持专注。你也给我下去吧，你。妈的，智障吧你是？应该是在这边吧。好 ，Go。啊，太棒了！哦，在这边，好的 ，OK。也就是说，我们来这边要把它先勾过来，小宝贝儿。咱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呢？再从这儿，然后在这儿一直瞄着他。哎，你还敢出来？劳拉，你听得到吗？现在听得到。外公醒过来了，劳拉，外公说是他。女巫就是我的外婆，她还活着。拜托，你不能。也许我们可以跟她沟通，我们必须试试。纳迪亚，我将尽力而为，但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又上一层是吗？我们看，哎呀，就他妈队友。看看怎么走，我们要到上面去是吧？这是这几个，这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哦，从这儿走吧，应该是。阿拉塔塔巴。哎。哎。OK。 是，好紧张，不是，借着这个其实不紧张。哎呀，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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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哎呀哈，你瞄得准呐、啊！还有没？我为什么要躲这儿呢？我应该躲这儿的呀！哎呀，我天！哎呀，我天！OK， 没有了。哎呀，大哥，我只是来收集一下残料品而已，没有关系，我们从这边走。这个地方他是绝对拿我们没有办法的，知道吗？掉水里了吧？醒醒啊，奶奶！哇，这个地方太厉害了 ！Holy God！ 我以为他要说一句 Holy crap！ 快住手！我知道你是谁，我能想象你经历过什么才得以生存。因为我们看了你的笔记，你根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就不用忍受这样的日子了。塞拉菲玛，伊托提，可是你已经死了。他们告诉我，你早就死了。他会没事吗？我不知道，这没那么容易解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家庭从来就不简单。哇、我懂，厉害了，我懂得很。劳拉，谢谢你做的一切。
You are welcome. 哦、oh, ，我们的这个任务完成了。给点什么东西吗？摄梦者。哦哦哦，有 interesting。我再四处走走看看，给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珍重再见。好吧。我要再待久一点，或许可以带点他的东西回村子。好了，谢谢你，待会见。好的 ，baby。我们现在可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叫摄梦者吧。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去啊？哦，果真，没有探险精神还不知道这边可以进来呢。持续进行，我们决定在溪谷的顶端建造神庙。这个是出他们就说一些这些事儿吧。之前我们是拐到村子里面了，这次我们直接往下走。处决。没错，行吧。你留下活口了吗？我本来有一个应该可以带回去的人选，但活捉他的代价实在有点高。有。其中一个人投降了，当时圣三一的士兵在一旁，所以我只能把他交出去。他们要把这些人带回旧监狱，就那些可能知道阿特拉斯地图下落的人。康斯坦丁有一些问题想问他们，其余的人都被关在大教堂附近。看来有。到底怎么了？这里好像有别人。有人在这儿。找到你了。我想啥？哈哈哈！你逃不掉的。其实可以完全走暗杀流的，我水了一下，我想试试那个置换键，挺好玩的嘛，是不是啊？挺好玩的，就是才能置两根键，不够多，那边还会有敌人的，所以说我们先不要着急来这边搜刮。你，圣三一的战斗机交给那些佣兵，我们得回到营地去，交给他们吧。这么多人，这就没有状况。收到了。这么多人，不要急，找掩护。啊，等等，
靠，我要死了，等等。我的掩护你。又受到攻击了。过了吗？这个地方也可以完成那个全暗杀的。这是置换，其实置换不好。这样的话，他们就是会发现。就但是我觉得他们就互相撕逼很好玩啊。果真，你看，就是弓箭，你要是打这些武装人员就根本不行。武装人员的话，他不是有那个盔甲吗？所以说还得是用那种暗杀流比较好。比如说从天上掉，哇塞，金币哎，有钱几个？宝贝，上。哦，哦，这啥意思？这个油桶可以打爆吗？不能呀、啊！这边是个战略。你们都是真正的猎人，为此我感到无比骄傲。今天就是你们最后的课程，每一位猎人都得面对相同的挑战。今天我……哎呀，这个山谷有多少熊呀？光我们劳拉过来就杀了好多了，没事就杀熊。这有什么用吗？完全没有什么卵用。你看这油桶爆炸多爽，我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些人身边放这么多爆炸的油桶。警卫在夜晚前来，我早就知道了。谢谢韩国宁送的二百个金币。我在杀死号的那个技术人员时，谢谢冷酷送的金币哦。电脑游戏 PC 游戏，但我控制不住，光是杀害移民已经不够了，我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满足。我被带到一个没有窗户，我是硬怼套路，你知道吗？上去硬岗。又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敌人。他怎么说？他没办法做决定，但他会推荐我们两人。之后会有个入会仪式之类的东西，就这样，他能做到的就只有这样。听着，有些人接了圣三一的合约，接了好几年才获得军阶，你必须要有耐心，只有成绩是不行的。那还有什么？好像还有某种宣誓以及后续的典礼，他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脱尸，其实硬。敌人来袭！你听见的声音吗？我去看看。在那儿开火！哎呀，又被看见了，讨厌！在哪儿？一个了是吗？还有没？想玩暗杀都没玩成，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呢，应该。
既然是这样的话，哪儿打我？在哪儿？我在那儿。哦，他们藏在那个灯，那个里面，那可不看不清吗？那应该有个灯。我就瞄不了头，不过果真是瞄不了头啊。好尴尬呀，这样子玩好尴尬呀，就是硬怼怼死的，你们知道吗？我真是个蠢蛋，还得再跑一遍。那你也可以去吃啊。什么？我是草丛轮盖伦啊，草丛伦，阿伦，哈哈，我喜欢阿伦，草丛英雄阿伦。哦，那些地方是干什么？要上去是吧？但这是干嘛的了？哦，可以生火。我们又到了一个检查点了。伊利亚斯和我会想办法前往老熊居住的远方山丘。圣三一依然盘踞在苏联人的旧基地。圣三一真是一个神奇的组织。那边是哪？哦，我只剩八根木头了。哎，可以升两个技能，好凶器啊。我没有那个什么了，怎么可以被你过来，兔崽子。是你枪猛还是吧？是你的牙齿猛还是我的枪猛？不要逗了好吗，宝贝儿？珍贵的皮毛。哦，吓我一跳！这那个地方有什么？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好东西啊？哇哦！我要过去看看。霰弹枪，他是从这个洞出来的吧？哼，哦，原来他在这儿吃鹿啊！打扰你了。这这么多的鹿，不是这么多的地儿，居然有 BOSS， 太不可哦！这边有收集品，果真有收集品。轻薄。带有凹槽的打火石箭头已经断成了两半。嗯，底部看起来很眼熟。它的底部跟在美洲发现的箭头非常相似。这是打火石吗？居然成功跨越了半个地。哦，不是，火石箭。没有木头了。哎，我怎么又成战斗状态了？这是为啥呢？我有点百思不得解。
注意，我们似乎和搜查山谷底部的小组断了联系，你看到他们了吗？没有，会是敌人吗？可能只是无线电干扰，但康斯坦丁不愿意冒任何险。再见。哦，原来这儿有一个敌人。我靠，正义之刃。哎，我是不是一暗杀一个人以后突然就变黄了？这是要跳过去吗？我感觉跳不过去啊。对了，然后忘了摁 E 了，忘了摁 E 了，我真是一个垃圾小宝贝。听说先知已来到了巨石坦丁堡，但我们对此置若罔闻。As I walk through frozen sands, through the flames of burning plants, my feet are torn, they're torn to strands. I will not thirst. And I saw something. I realized my father was right.Who the hell are you? I suspect you already know. Trinity. They're calling now. My name. I led them to it, Jonah. The divine source is real. We've got to find it first. Siberia it is then.You're going to make such a mark on this world. Yeah.